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十一国庆节，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，湛江站全体工作人员向各位旅客致以节日的祝贺。由湛江开往北京方向的158次列车准备检票，有乘坐158次列车的旅客，请到一号车厅。给我碧蓝清波。